我叫肖佩文，大家都叫我 Jenny。我是90后的，我在泰国地产工作。我从小到大都是在香港生活。大学的时候就去了英国那边，研究生就在剑桥大学念一个叫 Management Science 的一个学科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我的背景还有我的 experience 吧，其实我回国，我工作其实机会也会比留在英国就更大。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发展真的很快很快，就是很多现在做的一些事情，还有互联网的一些，真的5年前是想象不到的。对，内地吸引我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，大家对新的事情都是很容易去接受，还有去尝试。5年前，标签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已经不一样了。